一位是也是一个来自都兰的那个好朋友，他叫袁凯，袁凯也曾经来过铁花村好几次喽。然后我们掌声欢迎袁凯上台。麦克风送我监听多一点点，谢谢。嘿嘿，哈哈，好。来好，及松赖嘎古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元凯，然后我来自台东都兰部落，然后刚刚第二个演唱的阿当阿斯。也是我的阶层这样。好，我有一首歌是我自己的自创曲，来自2012年的时候拍了一部微电影，叫《最靠近太阳的地方》，然后我也为这部微电影写了主题曲。然后就在刚刚上台前的时候，上台前5分钟吧，我找到了一个鼓手，然后我们掌声欢迎。我的学长李崇勋，没有这个没有彩排的、哦，然后我们就看他打成怎样，有跟上节奏就好了。喂，做错了，做错了。好，这首歌最靠近太阳的地方，谢谢大家，掌声鼓励。用你的双手一起打节奏，想着望着看着我背着吉他唱着对你最熟悉的歌声，在那天空下的阳光依旧不照着，是否想念我们的歌声最靠近最靠近云太阳的地方，那是我们有好多梦想寄托在这片海洋，因为那海浪不停拍打着我们的海洋。唱着对你最熟悉的歌声，湛蓝天空下的阳光依旧不照的，是否想念我们的歌声最靠近云太阳的地方，最靠近云太阳的地方，
片海洋，因为那海浪不停拍打着我们的海洋。哦啊，哎呦啊，哎呀耶呀，啊哦啊，哎呦啊，哎呀。太阳的地方最靠近，太阳的地方最靠近，太阳的地方最靠近，太阳的地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然后谢谢林崇勋，掌声鼓励。好的。